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i Della 好，大家好。今天呢或者和我们分享一个状况，相信呢在文明社会的饮食之下呢，可能呢很多人呢都会受到这个问题呢影响的，就可能是个食物啊和埋消化系统啊和个生活习惯上面呢很容易形成了出来的，就是痔疮的问题啊。咁因为你喺下廿几卅年前嚟到香港咧，都提倡嗰个洗疮嘅服务啦，咁都系希望帮助啲人咧喺嗰个嘅问题上面咧解决到啊，真正可以解决办法。咁喺临床上面同类疗法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帮助呢啲患有痔疮嘅朋友嘅咧？嗱，其实痔疮系好常有噶，即系有种讲法咩，十个男人九个痔。咁我相信唔系只系男人吓，好多女性都系嘅。咁尤其是女性咧。通常喺度怀孕期间啦，系咪？咁咁即系痔疮，其实咧系就系讲植物曲，即系嗰个直肠嘅植物曲张啊。即系我有阵时啲见到人啲个小腿啊，吓有啲有植物肿胀啊，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常见，我都叫做植物曲张啦。但系如果呢个植物曲张个部位咧喺我直肠嗰啲咧，咁你就形成痔嗰个痔疮噶啦。咁当然啦，佢可能喺内痔啦。系咪喺痔疮嗰个直肠入边啦？咁亦都喺肛门突咗出嚟嘅，咁我叫做外痔啦。嗱，咁通常嘅原因咧，成因咧都系因为便秘啦，或者嗰个怀孕啦，咁但亦都可能咧肝脏问题嘅，我叫做肝脏塞啊，即系嗰啲肝嘅回血啦。因为痔疮咧，我哋有我叫做嗰个 portal vein 咧，个门嗰个植物，咁由我哋嗰个内脏咧。包括我哋直肠咧，就回流去嗰个肝脏嘅。咁如果呢个嘅回流呢个嘅植物咧，系比较缓慢或者系即系塞咗啦，因为肝嗰度唔畅顺啦，咁变咗嗰啲血咧就谷咗下边咧，就唔系咁容易回翻上去，咁就会导致咧嗰个即系植物肿胀啦，谷住啦。咁如果发生喺直肠咧，咁就系呢个问题噶。咁所以我好多时候咧，我都处理都知道咧，其实可能要留意肝嗰方面吓，有啲咩要做得，或者疏肝啦咁样。好啦，咁表面嘅症状咧就系痔疮最困烦扰咧，就系、是、一种炎症啦，同埋一种肿胀引起嘅肿痛啦。咁亦都有时候啲包括有啲轻微嘅不适。有時會痕，有時未必痕嘅。咁有時嚴重都痛㗎嚇，發現咧直情坐啦，或者大便咧都痛得好犀利嘅。咁仲有咧痔瘡咧經常會出血嘅，咁即係最容易我哋喺大便或者係清潔敏糞便嗰時候咧，就發現咦嗰、那個似似紅喎、啊、咁。如果係鮮紅咧，咁絕大部分咧都係因為痔瘡嘅。OK， 好啦，咁會唔會有併發症咧咁？咁當然咧有機會啊，因為咧我哋嗰啲血咧可以形成嗰個形個血塊嘅。咁如果就嚟喺我哋嘅痔瘡周圍嘅直腸植物裏面咧，痔瘡咧可以會引起潰瘍嘅，甚至大量出血嘅。亦都有啲人咧間中下有啲人咧係因為呢個痔瘡大量出血咧係搞到貧血都有嘅、好啦，咁直腸咧都可能。有其他因素出血啦，咁包括嗰个结肠炎啦、息肉啦或者肿瘤吓，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呢啲症状咧，即系当然啦，好大机会都系痔疮，咁但系有机会可能系肿瘤嚟吓，咁大家都要即系要小心嘅。好啦，咁遇到呢个情况，我哋要留意咩先咧？咁第一，如果痔疮系突出嚟嘅，见得到嘅，咁你睇下系咩颜色啦，系咪紫紫地色啊？或者是暗色啊咁样嘅，或者黑晒啊咁。好啦，
咁痔疮系一粒还几粒咧？啊，同埋胀得犀唔犀利咧？几肿咧？系咪？咁大便有冇血啦？咁呢我哋要留意嘅。好啦，简单嘅同个疗法指引咧就系、是，如果个主要症状嘅只系直肠有尖锐嘅痛，啊，尖锐嘅啲个督核督啊啲痛咧，咁就考虑咧马栗子 （Aesculus hippocastanus）。马律树，所以马律树呢个疗剂吓 ，Aesculus 或者咧系嗰个异锐紫苏Colensonia canadensis 啊 ，Colensonia canadensis。咁如果有明显嘅肿胀同埋出血咧，咁我哋咧即系你见到一种血吓渗血嗰啲咧，咁我首先考虑咧就系北美金柳梅 （Hamamelis virginiana），OK Hamamelis。北美金柳梅、啊、如果有出血嘅、啊、如果是那个病人咧，系感觉到即系个人好寒冷、啊、可能因为压力大啊，饮好多酒啊，食滞啊，咁呢啲好多人都吓，咁、啊、可以考虑咧就系马钱子啦吓 ，next vomit 噶。好啦，如果咧系有大量直肠痕痒或者直情直肠咧系抽搐嘅热嘅人，即系热血嘅人咧，即系怕热啦吓一个，咁呢个就硫磺噶啦。啊，咁即系硫磺咧，系一个好常用嘅热嘅热底嘅啊，怕热嘅马钱子咧就系、是、怕冻嘅啊。咁呢两个咧系常用嘅疗剂嚟噶啦。好啦，预期有咩效果咧？即系用咗疗剂系咪几快啊？咁样话、基本上咧呢痛咧系应该24小时之内咧就应该有明显嘅减少嘅。当然啦，如果你系长期嘅痔疮啦，咁都要等即系等几日嘅吓。咁、如果几日之后都冇乜好转咧，咁就要转药啦吓，即系都唔得噶啦。如果几日都系冇乜改善咧，咁你又要试下转另外一个疗剂噶啦。好啦，咁除咗疗剂之外咧，有啲咩简单嘅个人嘅保健嘅方法咧？咁我一种咧，我哋叫做坐浴，即系 sitz bath 啊，英文叫 sitz bath 系坐浴。咁即系攞个盆咧，将个 pat pat 浸落去嘅吓。咁将热水咧，系将嗰个罐那个浴缸咧，系浸到肚腩以下的两寸到啦，咁、即系主要系渗到个肛门嗰度地方啦吓，咁屈膝坐低啦，咁喺个浴缸里边喺呢浴缸浸佢大概5分钟，跟住咧就喺另外一个冻嘅盆嗰度咧又浸佢1分钟，咁重复咧2至3次 ，OK， 咁呢个咧我叫做 sitz bath， 系即系交替热冻热冻嘅方法 ，OK， 好啦，咁另外咧有啲营养素啦，我哋会可以用噶啦，就第一个咧就系嗰个生物类黄酮啦。bioflavonoid 啊，用大概1000毫克啦，咁啊维他命 C 啦吓，最简单啦，咁啊帮助我哋嗰个微丝血管嘅健康噶啦。咁当然咧保持个直肠嘅干净啦，啊咁如果有便秘啦，咁就暂时饮多啲水啦，咁亦都可以饮嗰啲即系啲好嘅麦糠嘅纤维嗰啲啦，咁亚麻籽油啦吓。嗰、那個車前子啦，呢啲係纖維粉啦，或者奇異子嚇、奇異子更加好嘅。咁一日一兩次，即係溝水飲。咁呢種咧係會令到我哋嘅纖維增加咧，可以令到便秘咧得到舒緩噶啦。好啦，盡量避免啲食啲辛辣嘢啦。你知道有時咧啲辛辣嘢會令到痔瘡會加劇嘅。多數運動令到我哋盆腔嗰個加強盆腔位置嗰啲血液循環啦。咁、仲有咧就可以有啲時候咧就可以塞一啲蒜。蒜吓，佢蒜快吓，即系掹咗起码去咗皮啦吓，咁、喺表面嗰度咧刮佢几下啦，咁即系令嗰啲蒜蓉嗰啲汁咧可以入到去，咁直当塞喺肛门嗰度嘅啊，咁通常咧8个钟头之后咧掹佢出嚟，或者咧系大便将佢自己屙出嚟咁样嘅。好啦，咁当然咧喺同外疗法嘅工具里边咧，有都系正同外疗法嗰啲收敛嗰啲全剂吓，即系啲塞肛嘅全剂嘅，叫佢 suppository 咁样。咁佢通常咧，佢有几种成分吓，啲草药嘅成分、疗剂嘅成分嘅咁样。好啦，咁如果你知道咧，你个痔疮系因为便秘，主要便秘咧，咁我哋通常咧就可以咧清洗下大便，或者做下腕肠 ，OK， 将嗰、那个舒减我哋呢个嘅即系嗰个肛门嗰个便秘呢个问题嘅。咁有啲人成日惊咧，佢哎呀，我已经有痔疮痛噶，系咪？咁我哋做洗肠咧，会唔会唔做到啊？咁其实唔系唔做到。咁当然咧，有阵时咧，因为你痔疮本身你已经损咗噶啦嘛，咁做个过程里边咧，可能会有少少痛嘅。咁但系咧，最紧要咧系做嗰阵时候咧。入管嗰时候咧，嗰啲油润剂咧就整多啲咯，咁变到你个管咧放入去嗰时候咧就唔会刮得咁痛啦吓、好啦，
咁亦都有種方法咧，就是、外敷嘅啦。咁外敷就用北美金柳梅嚇、啊，即係 Hammer Melis 啊，即係話咧可以用療劑嚇，亦、啊、都可以用草，即係個草藥劑。咁有時候外敷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幫助嗰個靜脈、那個痔瘡嘅縮細嘅。OK。一般嚟講咧，呢啲嘅嘢係好，即係好常用得到嘅嚇。你喺嗰啲係譬如健康店啊，譬如我嗰個六創健康店啊，或者一般嘅喺外國都有好多啲同療法嗰啲店鋪嘅嚇。咁、啊、你買到呢啲療劑嘅，好啦。咁、我就逐個下，即係同大家再介紹啦。主要幾個療劑啦，第一個就馬栗樹 （Aesculus hippocastanea horse chestnut） 嚇、啊，馬栗樹。咁嗱。呢種嘅情況咧，通常咧係痔瘡出血嗰陣時候咧就會舒服啲，即係谷住唔舒服，但一損咗一出血咧啊舒服咗嘅咁。嗱呢個一個主要的症狀，通常咧係外痔啦，啊望得到啦，係發紫嘅，係痛嘅。OK， 咁有陣時候咧直腸咧覺得咧就好似有啲瘦，好似有啲細嗰啲棍仔喺度篤住嚇呢種咁樣嘅呢種嘅感覺嘅。咁通常咧亦都係咧就一大便咗之後咧就會痛好耐嘅。啊，即係刮親啊，咁啊，痛好耐嘅。咁所以咧就係、是、通常係小便或者大便之後咧，呢種情況更加差。咁呢、這個呢種咁嘅症型啦，記住啊，喺同類療法咧，係我哋叫做咧係同病異治啊，好緊要嚇，即係同病異治，即係唔係話咧係一個症狀一個問題咧就用一個療劑就得噶啦，係我哋要視乎咧係每一個病嘅症狀咧係。要配合不同嗰個療劑的症狀，所以呢樣嘢一定要了解，大家用同嘅療法一定要了解嘅。同嘅療法咧係我哋叫做同病醫治，係有不同嘅療劑，所以你要了解每一個療劑的特性、個特異嘅症狀，咁你去適當到去配用咧，咁你會見到效果會見到好快嘅。咁但當然咧，你配錯咗、用錯咗冇所謂。啊，唔會有咩任何嘅副作用嘅，咁只不過咧，大家記住咧，係用同嘅療法咧，一定要好小心、啊、要了解每個療劑個徵型係點樣。好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是、蘆薈啦，啊 ，Aloes Cotrina 啊 ，Common Alloy 嘅，嗱、啊，蘆薈好得意嘅，佢硬係覺得咧嗰、那個啲大便咧。直腸好似唔係好安全嘅，即係好似嗰啲大便好似隨時會流出嚟呢種感覺嘅，咁、啊、甚至乎真係流出嚟、啊、我遇過呢啲有啲病人咧，佢自己啲糞便屙到落個底褲度，自己都唔知嘅，咁、啊、呢、這個即係呢個都比較年紀大嘅女士啦，咁、啊、結果咧我就用呢個療劑嚇、啊，將佢呢個症狀，即係佢係漏便啊，跟住搞即係處理咗好佢，好啦。咁蘆薈呢個嘅痔瘡咧，通常咧好似一串菩提子咁樣嘅 ，OK？ 咁同埋糞便咧，通常有啲膠狀嘅黏液嘅，係啲瘡喺度嘅。咁咁痔瘡咧，通常有血啦，咁同埋咧感覺好充血嘅。咁有陣時候咧，呢啲嘅情況咧，就係、是、放屁嗰陣時候咧，即係就連嗰個糞便咧屙埋出嚟嘅。咁、即係佢控制唔到嘅，係會漏便嘅嚇。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嗰個異鋭紫蘇啊 ，Collinsonia canadensis stone root， 英文叫 stone root 異鋭紫蘇。嗱、啊，異鋭紫蘇嗰種症狀咧，佢直腸咧就感住好多尖鋭嗰啲沙或者嗰啲棒啊，嗰細細嗰啲枝嗰啲棒咧係篤住佢咁樣嘅。OK， 咁通常咧好多時候咧有痔瘡跟住咧就有埋心臟、心悸同埋緊縮呢種咁嘅不適，即係兩樣嘅。啊，出現兩個唔同器官，但會同時有呢啲嘅出現嘅。咁同埋咧，喺痔瘡嗰陣時候咧，個面部咧或者嘴唇咧一種腫脹嘅，啊，咁亦都情緒激動咧就導致嗰個疾病出現啦，或者興奮就導致心悸，即係心臟啊有埋嘅。咁通常咧，痔瘡會充血同埋腫痛同埋出血啦。咁好多時候同嗰個長期便秘或者腹瀉交替。啊，即係好多時候一陣間又便秘，一陣間又腹瀉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好亦都我發現咧，好多時候咧對嗰啲孕婦嚇、啊、孕婦嘅痔瘡咧，呢、這個非常之好用嘅。好啦，跟住另外一隻就北美金柳梅 （Hammer Melis Virginiana Witch Hazel）、啊、北美金柳梅。咁通常咧呢、這個咧就同嗰個我哋嘅靜脈虛弱係個靜脈嗰方面嘅問題，或者係靜脈腫脹咧。呢、这個北美金柳梅一個很好嘅應用嘅，好啦，因為靜脈嘅本身嘅虛弱咧，導致咗充血啦、流血啦、痛啦，等於瘀傷嗰種感覺，係叫瘀傷嗰種。咁靜脈咧係腫脹咧，望落去咧有啲呈紫色，啊，充滿血液嘅。咁同埋咧有陣時候咧，
除咗嗰个痔疮流血咧，可能鼻血同时出现嘅。啊，咁即系话咧，啊，北美金粒门咧，亦都好一个好多时候咧系用喺流鼻血呢方面嘅。好啦，咁直肠会抽动啦，大便之后咧会痛，持续几个钟头嘅。啊，即系有啲好怕大便嘅，因为点解咧？大便之后咧，哇，痛几个钟头嘅。系。啊，同埋大量出血。OK， 嗱，呢个咧系北美金粒门。好啦，跟住就马前子 （nux vomica）。咁马前子人通常咧嗰、那个症嗰、那个形成嘅问题咧，通常都系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好中食埋成油腻嘅嘢，食好多药啊、酒精啊、兴奋剂啊咁，即系食滞吓，中食靓嘢，咁啊搞到咧就系痔疮嘅。咁经常有长期便秘啦，啊，亦导致呢个问题啦。咁仲有一个症状咧就系、是、马前子好得意嘅，佢成日咧有一种感觉想要去屙。但就屙唔出，我哋叫女急内重啊，中医嚟讲系一种嘅女急内重，即系佢有一种感觉咧，我想去屙，但系咦，屙唔到，我去呕唔到，呢个都系全部系马前子嘅。好啦，马前子嘅人咧，脾气比较容易即系容易发嬲嘅，啊，冇乜耐性嘅，我叫典型嘅 A 型嘅人，啊，好搏杀嘅，啊，咁咧就但系咧就系不断咁要靠嗰啲刺激物嚟到顶住自己啊，咖啡啊，酒啊咁样。好啦。佢呢種痔瘡通常痕癢同埋痛啦，啊，甚至可能咧就係、是、痔瘡嗰時候冇曬便意，咁或者咧感覺到直腸自己收縮嘅，啊，咁佢平時咧中意食靚嘢、食辣嘢、煎炸嘢嗰啲咁樣嘅。好啦，佢係怕凍嚇，記住馬前子一個人係怕凍、怕吹風 ，OK？ 咁當然呢種會令佢更加差，油膩嘅食物更加差，奢侈嘅生活習慣更加差，通常坐喺度咧就係冇乜運動嘅，係久坐係不動嘅生活方式。啊，就成日飲咖啡刺激嘅呢啲咧，當然呢啲嘢全部會令到佢嗰個痔瘡會更加差嘅。咁呢個就是馬前子嗰個症狀啦。好啦，跟住來最後一個咧，就係、是、硫磺收法。OK， 咁收法咧係對於內痔、外痔都啱嘅。咁有時痔瘡咧就係、是、好多嘅、好大嘅，一束一束咁樣嘅。咁痔瘡通常痕癢啦，觸痛啦，揩唔到嘅啦，同埋會出血啦。咁通常咧，硫磺型嘅人咧個性格咧就比較固執，啊，有好多自己嘅。啊，有自己嘅見解嘅，啊，咁就好中意宣揚佢自己嘅個哲學嘅理念啊，即係佢好多諗頭嘅，啊，咁但係個人咧就比較上咧比較懶惰啲，啊，中意瞓啊，挨挨笨笨啊咁樣，即係講多過做嘢嘅嚇。好啦，咁通常佢仲有一個症狀咧，就朝頭早咧一起身，譬如一早五點鐘起身咧，急急要起床去大便嘅，啊，咁肛門咧就會紅色嘅。啊，即係佢成個肛門個周圍咧，你望落嗰啲皮膚咧係紅嘅，啊，咁腫痛啦、痛啦，即係好似乸嗰種咁樣嘅生痛啦、灼熱同埋好痕癢，啊，硫磺係好多痕癢呢個症狀。咁硫磺人咧好中意飲酒嘅，中意食甜嘢啊、辛辣嘢嘅，啊，咁咩令佢差咧？温暖嘅床、熱嘅床、熱嘅沖涼咧，係會令佢嘅症狀更加差。OK， 咁就呢几个咧系主要嘅嗰个痔疮嘅疗剂。我相信大部分人咧，如果系遇到呢个问题咧，系喺呢度拣到一只咧，好大机会咧就系个问题可以解决噶啦。嗯，系啊，咁样样咧，因为呢个咧其实真系咧都好常见到嘅，一般嘅咁，当然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唉。咁既然都话十个男人九个痔啦，即系好常见啦，咁好多人咧就忽略咗。但系头先阿袁医生就提咁多啦，好多时候咧系以为系痔疮啦，但系就唔理佢忽略咗佢咧，就变咗咧就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听咗个节目之后咧，就常备一啲疗剂吓，一啲疗剂喺屋企嘅时候咧，遇到啲问题嘅时候，当你有怀疑有发现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咧即系用个疗剂咧去做一个及早嘅治疗啊，一个医治，唔需要。要等到咧就系、是、严重咗啊，或者系你更加不适之后咧，先至去寻求一个办法去嘅。咁我哋六创意健康店嗰度咧已经系准备咗一啲疗剂嘅套装噶啦，呢、这个家庭嘅套装嘅咧，我哋已经预备咗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咧收听咗我哋节目之后，想多啲运用到嗰个疗剂嗰个嘅功效嘅时候咧，咁就一定要家中要。常备咗呢个套装喺度咧，咁你就可以咧系唔需要担心任何嘅急切性出现咗嘅问题噶啦，咁自己都可以处理，就可以真正达到一个健康快乐嘅人生噶啦。OK， 咁啊，今日多谢袁医生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
想查询有关嗰个铜镭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嘅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喺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